2021年的第一道曙光之后，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精彩的跨年烟火秀了。国际关注的台北101跨年烟火秀，今年亮点首度使用了360度立体轮状烟火，总共释放了1.6万发，时间长达300秒。以爱为主题，再结合了灯光、音乐，要向所有的防疫英雄致敬，为2021年揭开序幕。3、2、2020慢走不送。2021年到来，台北101烟火齐发，先由下而上绽放，再变换不同颜色。新年快乐，祝福台湾，祝福全世界，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夜空瞬间被璀璨烟火点亮，101跨年烟火秀今年更首度使用16组360度立体轮状烟火，透过空拍镜头，视觉效果更震撼。烟火雨幕从高空落下，非常华丽吸睛。今年释放时间长达300秒，共1.6万发，特别以爱为主题，向防疫英雄致敬。全民齐心向前行。白色的烟火代表辛苦的医护人员，内衣红色系的色调代表英雄们的热情。双色花束烟火画出爱心弧线，搭配灯光配乐，象征台湾与全球携手合作，继续向前行。幸福向前行。现行烟火装束灯光，代表对环境的友善爱护；橘红色呢，也代表生命的萌芽。七彩烟火代表爱与希望，最终将以精彩台湾无限可能画下句点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拥抱彼此的朋友吧，我们一起迈向2021，我们都很好，很幸福哦。台北101跨年烟火紧扣防疫主题，期盼挥别阴霾，影响璀璨的2021年。接台北综合报道。各地的跨年烟火大拼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高雄2021跨百光年改成线上直播，其中重头戏就是倒数之后的大港百年花火。市府参考雪梨跨年焰火，沿着旧港区开发轴线设置释放点，还准备了16寸的大型焰火，尺寸全台之最，释放时间长达300秒，象征高雄转型之后的美好前程。数结束，高雄跨年重头戏大港花火盛大绽放。在我们高雄港的此刻呢，与大家一起欢庆高雄百年。五颜六色缤纷烟火点亮夜空，各式各样造型此起彼落，港都夜热闹非凡。今年大港花火媲美啊，这个真的是雪梨，这个是算是国际型的了。回违2年重返高雄的大港花火，单杠跨百光年压轴，市府精心设计，除了参考雪梨跨年烟火，更准备了16寸大型烟火，尺寸跨年全台之最，释放时间长达300秒。待会呢，天际即将出现3D。效果的特效烟火，3D 效果，那么象征我们富贵的牡丹烟火。七彩烟火绚烂升空，搭配3大舞台、海陆空3场域演出，场面盛大。虽然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无法近距离观赏，但透过线上直播，反而能全方位观赏大港花火之美。别人是跨越一整年呐、啊，我们是跨越一世纪来百年呐、啊。大港花火将为高雄绽放世惊艳光芒。而这场灿烂烟火秀，除了代表高雄港主港历程，也象征高雄更名跨越100年，期许2021港都迈向转型后的美好前程。2021，耶！记者梁家伟、张崇梅、森居小组高雄报道。主打全球唯一的摩天轮烟火秀，云林剑湖山世界乐园3元摩天轮搭上环山跑动式烟火，相当震撼。除了跨年夜释放之外，园区内也会在元旦还有1月2号晚间释放烟火。3、2、1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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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在迎接2021年倒数的最后一秒，金色烟火直线升空，上千位民众热情欢呼。
璀璨多变的烟花搭配轻快乐曲，宛如在夜空中展演一场吸睛的交响乐，给人丰富的视听觉飨宴。每一年跨年都会释放烟火的云林剑湖山，今年也不例外，更是把规模扩大，以乐园里面的摩天轮当作主体，直径长达176公尺，三元烟火搭上2侧1公里环山跑动式高空烟火，画面相当震撼。蛇在夜空中绽放，蛇有如金色羽毛一般飞落漆黑画布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在英国伦敦也确定取消释放之后，剑湖山的跨年烟火也变成全球唯一的摩天轮烟火秀。不少民众不畏寒风出门跨年，只为亲眼目睹绚丽烟火带来的感动。极具视觉震撼的跨年烟火秀，从跨年当天开始，一度到1月2号，连续释放3天烟火，总秒数长达935秒，也是全台最长，让民众尽情享受花火盛宴。随188高空烟火接力升空，也期许新的一年会更加美好。简云林综合报道。南台湾另外一个亮点，高雄义大世界跨年晚会重头戏，全台最长的10分10秒烟火秀相当的震撼。除了象征十全十美，也以爱的力量为主题，迎接2021崭新的一年，特别打造了高空动态烟火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觉惊喜。预备，2、1 Happy New Year！一朵一朵在夜空绽放，各种颜色缤纷夺目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体义大跨年烟火秀揭开序幕。磅礴音乐要给观众满满力量，开场有急速跳跃烟火在空中不同位置交错释放，另外大型多款12寸赤玉烟火接续出现，画面相当震撼。今年更特别打造高空动态烟花，烟火在夜空中转换颜色，就像霓虹灯一般闪耀。义大跨年晚会烟火秀重头戏，总共有10分10秒，全台最长，象征十全十美，要给观众满满的视觉飨宴，诚意十足。哇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了。今年烟火主题从爱的力量开场，接着欢乐时光、逐梦踏实、美丽人生，搭配一旁摩天轮灯光效果，也让现场惊呼连连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璀璨烟火不止照亮夜空，也期盼能给大家勇气和希望，开心迎接2021年到来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